全和善，我结束了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本人正站在合欢尖山的山顶上，由上往下看四周围的风景。嗨 ，say hi。Hello。眼前看到的是美女。正前方所看到的是松鹤楼还是松雪楼，忘记了。今年三四月的时候一直待在那边，它里面的咖啡180元，还有送饼干，还不错。来，左边那个小房子，以前是合欢雪场，不过现在已经废弃掉了。现在眼前正前方所看到的白云遮盖的山顶，就是奇来主峰。现在的温度非常非常的舒服，不是很冷，也不是很热。OK， 在很远处。被云挡住的是中央尖山，它将近有3700公尺左右。啊，对，这里要叙述一下，这里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步道？小步道，一直往上走，从下面的路啊，看过去蛮漂亮的，我每次都会在那边拍照。它是北门山。哎，这里下面很多溪谷，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那个锯齿状的那个小径，一路往上爬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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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爬到合欢山的主峰。哎，这里也是可以露营的地方，只要有溪水就是可以露营。露营的季节到喽。来，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正前方有一个尖尖的，那里就是我们刚去过的五岭。阿花，要不要走了？我已经开了，要打吗？好，我打个卡。